太大了。选手往前站。这个跳得这么好，要想吗？就已经很明显了，这么纠结吗？所以吴建豪，我感觉他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选，在想，就很想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他墨迹了，哇，就给他吧，他好纠结啊！给了，给了，给他，给他，可以闭嘴吗？啊？你需要他？我需要他要问你吗？有点凶啊，这个有点凶啊，太凶了。好，问你一下，我需要他吗？那我需要你们吗？那你要我怎么分呢？啊？周友，他的确 popping 很厉害，技巧完全没话说，很棒。肚子那个棒出来的时候也很酷，但就只有这样子的话，没办法继续下去。谢谢。喂喂，周游不过，你想要谁？你真的懂吗 ？Really, really？ 肯定会有人说啊，我选错，我不懂。没关系，我无所谓。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我选我喜欢的，我看到我有感觉的。我觉得来到我的话就是信任我的能力。你要我的话，我就会给你100%我最好。但如果你有疑问，你有遗憾的话，那你不要，干嘛要你啊？我觉得吴建豪队长心态太稳定了。我想给我就给，我不想给我打死我都不会给那种。他的考核一开始真的有点摸不清头绪，但是我又想了一下，他从小在美国长大，他对有一些舞种他很苛刻，比如说像 popping 这些，在他眼里可能不算是最好的。那我今年的想法呢，就是说我其实要的是最好的，不管是 popping， 不管是 locking， urban， freestyle， breaking， jazz， whack， everything， 所有的都要是最好的。作品如果不 OK 的，做不好的就不过。好难哦，这边的人。我真受不了了，我后悔了。现在在场的，你们自己觉得作品最好的，站出来。谁觉得谁作品最好？谁呀、啊？不认识，是个外国人，好像。队长好，我叫 Gumbo， 我来自四川成都星空间 Star Space Crew。All right， 你是最好的哈。其实，在国内的话，有很少人知道我。然后来到这个节目之后，我觉得全国都要认识我 ，B-boy Gumbo， 我是黑马。Drop the beat, DJ。Go, go, go.
就是十个大拇指，太炸了。他应该会喜欢，因为这种高级，没有压力，我觉得。我相信我的作品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有些时候就能观察得到他的表情，被我吓到了，就这个感觉。给我一条毛巾。根宝是我看到的 breaker 其中最欣赏的一个，因为他音乐跟舞蹈真的融入在一起，然后最主要是什么？我看到我自己舒服啊。下一位，阿豪真的超严格，我应该跑去韩庚那边，机会大一点。Hello， 大家好。首先想感谢就大家能来到这条街，还有感谢大家的勇气还能选我，因为确实我去年，比较严肃。他在做标记。他一组全部过一遍，打好分。你待定，待定，待定，待定。好，谢谢。下一个，谢谢，辛苦。被淘汰了。都美成这样子了，也选不上。美女生也是。啊。那我们就来第一组。丫丫。哎呀，这个哥哥你好，哎，我是 Spy 的丫丫，我又来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，哥哥？这去年，对，去年都那样，你还敢过来？对呀、啊，而且这一次我是带着两个人的心愿一起来的。Miki 对，也是在我这团队，对，好像你们俩认识的哈。对，主要还是要谢谢庚哥，因为庚哥是我们的月老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我看今年能给我什么惊喜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，加油！加油！去年有很多美女让我淘汰了，是吧？完了。这次呢，我也想改变一些风格，还改变一些战术。还有人跳爵士吗？直接掰啊！谁敢谁来啊！这么刺激，上来。哎，不着急啊，放轻松啊。虽然有的舞种不一样啊，但是我还是有我想要的一个标准和想要的人。就是我吸取了上一季的一些经验，因为很多的选手如果要是去 battle 的话，你能看出来这个舞者在其他的方面够不够强。来吧。Shall we?